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个下贱的情夫吗？情夫，沈清，你真不要脸！我是情夫，七嫂，你还真有脸说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婚内出轨和林悠悠勾搭在一起，你还好意思冤枉我？难道不是你给人当情妇在先？像你这种放荡的女人，就应该被乱棍打死！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！你敢当着我的面打我的人，陆总，他就是一个身份低位的社会底层，还是一个被我抛弃的破鞋。我实在不能理解你喜欢的什么。在我心目中，晴晴就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不管她以前和你是什么关系，她现在是我的，而且我还得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有珍惜她，给了我一次机会。陆景城，他还挺有担当的。好啊，你们等着。 我可是亲自收到了沈家大小姐的邀请函，受到了一豪集团的重视。你们两个的一切，我都会说出去的。陆总，你笑什么？我想你有眼无珠。记住，今日这场宴会上最尊贵的是沈清。